血液中的胆固醇会不会刺激肝脏分泌胆汁？不会。血液中哦，如果今天是小肠的脂质分子刺激小肠分泌胰泌素，胰泌素，说是，这时候它就会刺激肝脏分泌胆汁，就对。可是我现在讲的是血液中就不行了，是小肠的脂质分子、脂质养分刺激，十二指肠分泌胰泌素，胰泌素刺激肝脏分泌胆汁，这样才对。所以 A 是不成立的，血液中的脂质没有办法作用，作用在十二指肠。好，接下来胆囊收缩素可不可以刺激胰脏分泌胰液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而且它分泌的胰液是酶多减少的那一种，酶多，然后减少，减，对，所以我们以前所说的胆囊收缩素跟胰泌素都会刺激胰液分泌，胆囊收缩素所分泌的胰液是酶多减少，而胰泌素分泌的胰液是酶少减多，有这样的现象。好，所以这题C是对的啊，它刺激胰液分泌啊。好，第七题还有问题吗？